全部都是用一个锅做的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炸锅减脂餐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用的就是这个新收到的九阳蒸汽炸锅。鸡腿肉去骨去皮改花刀，加入屏幕上的调料腌制15分钟。放进九阳蒸汽炸锅，200度20分钟。还有玻璃的可视窗口，可以随时看到食物的变化。再来烤个巴沙鱼，配放在屏幕上咯。选择蒸汽烤模式，180度20分钟。一个锅就能做完的减脂餐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